欢迎您到尼泊尔，尼泊尔是也是很感谢您一直支持尼泊尔。尼泊尔是旅游天堂，尼泊尔是一个雪山，人文，这个鸟类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尼泊尔是同一样的，同一的多样化的同样的话，同样的多样化的这个国家，所以非常感谢一直支持尼泊尔。 嗯，谢谢，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嗯，其实我到国外，就说有二三十次了，但是所有的签证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尼泊尔。啊，所以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特别感谢你的支持。对尼泊尔，你有什么不明白，有些想了解的事情？ 嗯，我们过来的话来主要是以摄影为主。嗯，我们当然是更希望了解更多的这个民族风情，就是各种民族还有原始的一些村落，以及就是节日的这些情况，我们需要了解的更多一些。其实尼泊尔这个第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后这个大概有103个最后旅游记的这个统计。 103个山少数民族，然后100多个节日，所以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等等都有的。所以主要是你要时间，你要设计啊，这些尼泊尔是比较多样化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尼泊尔了解的不是很多，很多人就找不到合适的这个尼泊尔的合作伙伴。所以很多人认为去尼泊尔是没什么，就看几个地方，就个家族、布哈拉这些。但是尼泊尔是。 来了一次是最少是不够的，然后来两次、三次，我们有很多朋友来尼泊尔，30次、40次、50次都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自然非常丰富的。嗯，还有一个就是到尼泊尔来过后了，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他不仅喜欢拍鸟，还有喜欢拍这个人文，以及呢就是拍各种这个特殊情况的一些山。 的一些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能够拍到一些什么不同的产品。尼泊尔是一年12个月都有不同的这个东西可以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村落可以坐直升飞机到达，然后就可以看，因为交通可能不是没有特别发达，所以也得要越野车，还有这些，但是每一个月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比如说雨季的特点。 然后10月、11月、12月份看水下的这些特点，然后冬天有冬天的特点，春天春天的，现在就是花开啊，特别好。所以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很多人没有这么多新奇。然后大家的一个概念，尼泊尔是不是一个都是很便宜，但是去这些地方也是费用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现在就目的地的概念稍微有一些变化，所以呢。 这些东西很多人挖不出来，你可以做出来。你来过这么多次尼泊尔，做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打破个人的这个不好的想法。嗯，是这样的。嗯，因为在这个尼泊尔，就是在来之前，就说很多人对这儿就是主要是拍人文的。实际上，我看了这么多次，也走过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自然风光，然后包括什么探险也好，漂流也好。 还有这个宗教文化都是值得我们传承出去的，特别是我们对中国人，中国人的目的性很强。就好比说中国人来了，有时候拍人文就专门拍人文，也有来了为了看雪山，那看雪山那我们就直奔了，拉加国特或者是博卡拉。所以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旅游目的性非常的强，我们要把。 更多的、更好的东西向他们推广，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传承者。是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呢来的就看的东西比较少。实际上，在尼泊尔很多东西没有了解，你拍什么都有。这个这么小一个国家，你要什么都有的，除了海以外都有的。所以，比如说你要拍雪山那个风光，全世界最年轻、最漂亮的喜马拉雅山就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能拍。 包括跟探险有关的所有的活动，徒步登山、漂流，还有那个滑翔山、滑翔机、奔袭等等，都在尼泊尔有。另外一个，你看那个民族的话，103个少数民族，它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生活习惯等等，然后人的肤色都不一样，然后南部到北部这个很多不同的人文。所以尼泊尔现在我们中国人就基本看的是就加都、布哈拉、奇德万，除了这个几乎很少。
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慢慢要挖出来，这个挖呢第一中国没有好好的宣传啊，第二可能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就这么多，可能去不了很多，这个交通不好等等，这一切我们都有，包括直升飞机啊，包括这个越野车，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村落都有路可以开车过去，所以主要有时间有费用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对，你刚才说到了啊，就说这个中国人了解的太少了。是的，中国人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渠道了解。因为就像我们的网络，像我们在你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些平台上面查的资料很少很少，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需要，就是好比说你刚才说了有130多个民族，那么我们势必就是要慢慢慢慢的整理这些民族，把它呈现出去。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大家住的东西是没有把我们的尼泊尔呈现出去，大家都是在自己住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下一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更多的东西呈现给中国人，不仅是中国人，呈现给世界各国的人。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尼泊尔这边呀，它的宗教尼泊尔宗教是也是多元化比较自由的，所以不同的宗教对一些人的生活，所以每个地方每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宗教属于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刚才说文化等等要看的话，尼泊尔有没有尼泊尔这个印度教啊、佛教啊，这些都是圣地，那这个等于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跟中国跟我们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信宗教，这个等于是不是特别严格怎么做怎么做，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您说这些东西这个中国人不太了解的话后面的工作给你吧，介绍全世界的全中国，就尼泊尔是最好的也最美的，然后尼泊尔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同一化的多样化，多样化的同一化。对，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然后呢，但是这个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因为毕竟就是说我虽然来了很多次，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塔鲁族还有那家就库尔国人还有尼瓦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负重能登山的这个族夏尔巴，对，夏尔巴人。就说其他的族我都不是很了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些人啊，就他们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区域，它有高山区和低山区之分吗？什么高山？就是这个人啊，他有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的人种不同吗？对对对，也有啊。因为生活都这样的，那个文化就你住在哪里，你生活习惯变成了你的文化、宗教等等。所以高山的地方是不同的，然后南部的地方是不一样。同样的，尼泊尔的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我们是一个世界上气候、天气等等最好的地方。那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南部是平原。所以尼泊尔的人文呢，南部是从印度啊，可能最早很多地方就慢慢就北部过来，然后那边的人，北部的人慢慢南去。这个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很多人就混在一起，所以不同的混血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对。所以为什么说在尼泊尔是特别多的不同的这个地方这个文化？因为人的习惯就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断的走，不断的看新的地方，不断的这个懂来懂去的这个人。所以这个尼泊尔呢，整个南亚，整个地球，我觉得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一个，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资源呢，人文的习惯都不一样的，这就比较非常特殊。你想想，加都最冷也不会零下的，最热也不会超过30度，然后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所以生活我们就基本上不用空调，就我们说空调城市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空调的。所以这个尼泊尔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所以所有的人都当年历史到现在，很多人向往住在这里。是你说到这个啊，我确实有同感，因为那个我们去，叫做贾拉普尔的时候，那天38度，然后到那个博卡拉还有奇旺的时候34度，但昨天在山的那边的时候，还每个人都还很热，一翻过这个山，然后就感觉很舒服了。昨天晚上空调什么的都没用，所以尼泊尔是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还存在一个误区，就中国人在我们惯常的思维里面，大家说的是3月份到9月份不能到尼泊尔来，就说老是塌方雨季，而且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应该帮我们更正一下，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到底这个气候条件以及这个雨季是不是那么明显。没有，尼泊尔是比较
就我们这个雨季，你看这个喜马拉雅南部，所以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下雨也不一直下雨，然后热也不会很热，然后山里可能偶尔会一些那个泥石流啊，这些很正常的，哪里都有，但是不会影响很多事情。然后就一年12个季节，12个月都可以来尼泊尔，没有什么季节性的。最早是那个，因为西方国家来的时候，最早推荐是去登山的时候，他们说季节性。但是我们光来加都和往看尼泊尔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季节性的，什么时候都有。然后每一个季节它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月它自己的特点。那确实是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存在了最大的误区，那就是源于西方人的这个口碑了，应该是。这个是您回头慢慢宣传。对对对，所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啊，对这个，交通，我们不要说陆运交通了，还有就是空运方面的交通，我看你们的空运方面的交通，就是很多小村子都有这个直升机坪。像这些的话，它是为了载游客去的还是？都有的。然后我们现在直升机特别多，所以你去哪里、什么公司、什么地方都有的，所以这些一点也没有问题。交通实际上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肯定没有中国这么发达。但是呢，陆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村落都有。如果你这个想去，可能普通车不去，就有越野车都可以去。另外一个，这些直升机我们也挺多的，挺发达的，想去哪里都有的。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地方游客也可以用，然后酒商也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好，很适合就是各种层次的人群的一个需要。这个都有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交通我觉得其实尼泊尔现在人家说那个没有交通啊，没有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你想不想而已的。是，大家很想。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尼泊尔的这个鸟啊是最丰富的。在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最佳拍鸟的时候，还有就是最好鸟最多种类最多的时候，地方。这个是2月到3月左右，然后整个地，因为这个气候不仅是人都想来尼泊尔，鸟也，世界各地的鸟也过来，所以、世界各地的鸟，对，所以我们很多鸟就移民过来的，它2月份到这里，冬天，因为什么说夏天特别热的地方想来尼泊尔就暖和，这个冬天就过冬天的，冬天特别冷的地方也来尼泊尔，所以很多奇乐湾呢，很多地方，我们接近有900多种鸟类，对，世界上10%左右的，所以这个我就说刚才我们这个人和这个都一样的情况，他们冬天就从西伯利亚都特别冷的地方就过来，然后有些地方特别热的地方也会过来，所以他也来移民了，就为了。避免这个过冬，对，为了避免特别冷，避免特别热，都会过来一波。所以这个挺多的。因为在中国现在目前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就是特别喜欢拍鸟。拍鸟的这个群体的话呢，他就是经常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就好比说我们想要那个，拍鸟要去哪些地方，应该要多少天？因为像中国这几年近些年特别热衷于拍这个动物，有些拍动物大家都知道去非洲，但是拍鸟的话呢，首先想到的是尼泊尔。但是尼泊尔来说，实在的，我来了很多次，拍到的鸟呢，有时候比较单一。不是拍鸟，就这个不同的时间，最好是肯定是2月、3月份，这个就这个季节。然后拍鸟是多长时间，是看对这个客人有多长时间。比如说你每个地方七德湾看的鸟完全都不一样，加都附近有一个地方周到有一些雅致非常特色的，还有那个山里也有很多，然后如果你去郭西另外一个尼泊尔东部也有它的特点，这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鸟类。然后我们很多西方人这里拍鸟大概得20天左右，对，20天左右。那20天左右这个费用大概多少钱？费用也得要算一下，但是这个他们有20天左右，然后你这个拍鸟我也学过一点点，但是那个比较特殊的，然后你一大早上要去看啊，这个因为基本上鸟都是早上都出来的，对对，所以这个整个加都附近你可以待6、7天、7、8天，这个所有的山都有不同的鸟，然后它鸟有它自己的那个林区，所以它自己的地区，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的鸟就这个地方，那边的鸟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挺大的，所以空间很大，所以主要是你这个喜欢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鸟，不是一个地方去拍走了，就你要找，
因为尼泊尔早的时候就有一个自然的，包括野生动物也好，鸟也好，都是大自然的，所以没有固定来做一个定义来说你是怎么地方去怎么拍，可能这个地方鸟特别多，不一定能拍，可能别人说我拍了你没拍，这个看自己的运气。所以尼泊尔是看自己的运气、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个等等的，就不能说一个地方都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珠穆朗玛峰啊，有一半是中国，还有一半是在这个尼泊尔境内。我想问一下，就是沿着这个雪山，有没有这个，就是全程拍雪山的这种？我的意思啊，就是靠近雪山最近。有没有路？有没有这个可以去的地方？这里有两三个风格，一个是我们可以直接直升飞机去珠峰大本营，下了飞机可以拍一下，然后回来。第二个是徒步，就徒步走过去。第三个是直升飞机到了，稍微比珠峰稍微低一点，然后徒步过去。那这些所有的服务我们都有的。哦，都有。那你说的珠峰大本营是中国的大本营还是尼泊尔的大本营？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边的这个，我看那个农耕，最近好像农作物都在种。您这边是种两季还是种一季？看不同的地方，山区可能一季，这些丘陵地区两季，如果你去平原地区，三季四季都有的。三季四季。对。因为这个非常丰富的，所以什么情况都有的。哦，对对对，现在主要是交通还是有一些问题。到处都在修路，我看这个说明是，尼泊尔现在正在发展起来，好运气马上过来。对对对对，就是，非常感谢啊，再一次感谢这个一直支持尼泊尔。反正以后还继续来，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把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旅游推广出去，不仅仅向我们中国人，也向其他世界各地的人推广。好，谢谢你。